病人往来导致死，病人病而已重，你扶持他抱着他起来或者要大小便秘所导致对方死亡，而且你有害心或者不放弃，你根本没有害他的心，所以不放弃，只虽动善但也无心不成念，这种虽然动要舍身，但是由于出于是无心，你没有心要去杀害对方，所以就不构成罪孽。由此就可以证明心是属于堕天地，不是生口恶业。用这个来比喻的，是草去缘，双手合十哈，嗯，是三种。皆但是心，离心无生，无生可业。恒是草去寻草，恒是草。文缘，恒是论理文痛少，是三种变。这生可业三种变，三种业都只是。也都只是归于心，离心不是，一旦离开这一点心，也就没有事。你走，心就是第六意识。离开这一点心，离开第六意识啊，也没有失心所，那作用没有他给你成就，离体也没有生口恶业。多少？知持是云，知持是地体是说，因正体是成佛，所以真的是成实论。初二句，非莫非本。最初两片是三种业，皆半是心。这两种是非，生口之恶归于一心之。下二句，名舍本无恶。下面两句，离心无事，无生恶业，是说明舍弃根本就没有自我的包袱，一旦离开了心，就没有意识以及生活恶业了。问：经论作题，为是心妄，为意识也。问道：现在所讨论到底作题，到底是心妄，或者是这个？一念的失心丑呢，是六识第六识的心观，或者是第六意识的失心丑呢？答案：前面一念失、念失何须疑问？回答说：前面已经说念失了，是属于堕天地，那何必再去再疑问？再疑问呢，就不需要再疑问了。若观论文，三业皆心，离心无失之理，是指心观。讲得好，观察诚实论理论文，生口第三业分为离心，离开心内就没有失心所得理论，而是不是指心观？心观就第六意识的心观。难得王所可以用矣，难得讲到先王先手，不过是从可以用上来分别两者不同吧。先王是体，先王是体，心所是用，先王是体，心所是用，有体起用，有体起用，用即是体，有先王的这个体，身体先手一同。心往跟心作用当下就是体，有作用心所的功用表现出来，就是表达出心往的这个体是存在的。兼论作业就用为也。那么现在前面所讨论的作业是就着用这方面来谈论的，故为叶书云：“人心未必是知，也
全师体必实性，一气一祥止。所以可以说到地公所说，人心未必是师，人心未必是师。如果做戒体说他是心王的话，那么未必就是师心所，就是师心所哈。第六意识而说到师心所，那做戒体就必定是心王，一气一祥。一系相知，详细的推荐他，自超续缘。好，双手合十，日子色为液体，十欲不然，十四种色，其实是无性，非罪无性，十四种色。王世超继续说：假若有人指明色法，作为作戒体，明根性。因为十四种的色法完全都是属于无记性，既然是无记性，它都造成为造善恶业的因，所以它就不具有罪无性，造善业得无报，造恶业就得罪报，所以它没有具立足有罪无的那种品性，善恶的品性。知持是云，知持是云，知足体即是所，知持是，知对莫有众，知对破有众，知持诚实众，相对针对的破之有众，就是上破多众，下破多众。做戒体是随色法的这种说法，五根五尘四大，四大为十四色，五根五尘四大。眼耳鼻舌身五尘色声香味触地水火风是十四十四色。这是从四到第卷十六第二支。无作戒体。四超云缘无作戒常以灰色灰心灰色非心为体。文是超说道。无作戒体是什么呢？就是用灰色灰心、非心作为体性，无色戒体，作为无作戒体的品性，无作戒体的体性。是云灰色灰心成，灰色灰心成分立三俱名，亦毫不相应俱。又毫不相应俱啊！此即有十七法，无作即其一，阳有无作体，是非二，故入此说，用以具名用。用躯体，支持具体是说，支持据说，非色非心的解释，非色非心，诚实论第三句的名称，非色心句也称为不相应句，在白话明门论里面就称为无相心不相应行法，心不相应行法哈，对我们，所以退一共有十七法。这句有十七法，无作戒是当中的一法，无作戒体哈。诚实宗师讲十七法，具彻通就是十四法，假若法相通，大乘法相通就二十四。是大乘法相通二十四，不相应行法。我们在《金刚经》这个表面就有写了哈，诚实宗是讲十七法。无作戒体一，无作戒体有所谓其中。所以无作戒体也是其一哈，十七法当中的一。阳有无作体是非二，实实在在，由于无作戒体，但是属于非二，叫非色非心。非色非心哈。非色非心句，所以非色非心法，所以入于此说，入于此句所说是非色非心句，所以第三句，所以句名。用目集体，就用随句的名称来称呼无作戒体。第三六卷四超体卷十六，谈谈好，立刻转到。好，非常感恩哈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。第三课要牵扯到唯识学，唯识学非常重要哈。唯识学，好。